他吃的时候我都流口水了。真的是美味，很鲜嫩那种感觉，好吃。哇，好久没有这个味道了。这种味道很难吃得到的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啊，真香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八。今天一位非常豪横的粉丝给我们寄来了这个生蚝啊，这叫啥？男人的加油站，女人的美容院啊！今天我们又有口福啦。对，有口福了。今天高兴不？很高兴。但是这个有个问题啊，怎么处理啊？我没处理过这个。这个应该把这个外壳洗干净就可以吧？这样子吧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开干。洗干净。你去拿个盆嘛。拿个大盆来。哇，好漂亮啊！真的，这个像个扇子一样，很大个。我第一次见这样的。好大一个，很少有这么大的生蚝。对，平时只是在那些烧烤店吃过，但是没有像这样一个一个这样子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子，是吧？这个要不要用刷子刷一下呢？要拿刷子，要刷子才能刷干净。这个袋子要解掉吗？不用吧。不用啊，应该要解掉。不知道，这个哦，是这个解掉才会煮开哦，才会爆开哈、哦。但是这个好像开了哦。先刷干净再剪吧。这个，要不你刷我来剪吧。这个要刷干净先嘛。装的全部扔到那个，你看刷的漂亮多了。这个生蚝确实挺大个的啊。这样剪开了会不会开呀、啊？有没有裂开呀、啊？没开、啊。哇，这个好白哟、哦！再刷一下。这种肉应该很大一个啊，里面啊。那这个壳就那么大。这有点扎手子。这样小八，这个生蚝洗干净了。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啥味道？好像是有一股海水的味道。对了。真的。咸咸的那种味道。那你们觉得这个生蚝是生长在那个湖里面，还是海里面，还是河里面？这个应该是海里面的吧。我觉得是湖里面。海里面的那个湖，海水的味道还有湖里面的。怎么没有？现在我们这个已经刷干净了，把它清一下就好了，拿去下锅了。你要用水煮吧？对，水煮煮熟了之后，对，用蘸料蘸着吃。不能做着吃吗？很容易长肥。那还是蘸着吃吧。蘸着吃。要小心啊，它这个会割到手的。那你们知道这个生蚝有多种吃法？可以烤着吃，可以蒸着吃，蒸着吃，可以煮着吃。没，今天不用蒸，这么多生蚝，一人总有一个，最少，是吧？对，不用蒸啊，慢慢吃。要找一个大一点的。好，可以的。OK。我们生蚝洗干净了，下锅。准备下锅，等一下。对。现在把水放锅里啊，到底是蒸还是煮啊？老板，拿个橙子放在上面，那个就放在那橙子上面，哪个啊？蒸个十几分钟，那个是怎么蒸？是蒸好啊，我普通话说的不标准哦。蒸盘放进去，不够啊，你这个技术不行了，还要下面搞个橙子叠在上面。难道生蚝就放在这上面？那你去哪里找嘛？你这下面有水，怎么弄啊？全部掉出来了，肯定不行的。要搞个东西，对，搞个橙子。没有橙子，现在放生蚝。呜！这个能不能一锅蒸呢？还有呢？就两次嘛。就两次。要一次不行吗？一次盖不了锅盖。要不然不要把锅敲了。那就做两锅吧。我们还有吗？还有一盆，那我们一起期待美味。
鱼平呢，只能这样了，至少要做三次蒸。你看这里还这么多，这样熟了没有啊？熟了，这个几分钟就可以了，煮过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你确定熟了吗？可以了，收起来，不能吃全部给我吃，别爆开。等下消息二蛋，大宝来一个啊。来两个。哇，我觉得这样子放在水里面煮，味道会不会没了？等了好久啊，这个生蚝终于熟了。嗯、熟了没有？熟了，熟了。你给我剥开看一下。翻开了。这个爆开。嗯。看，走。这个有点裂开了哦，我们打开看一下有没有汤汁在里面。这个要有配那个汤汁才非常的鲜美。哇塞，好像没汤汁哦。赶紧去放点辣椒进去。对，放点辣椒。放点配料啊。我去放辣椒去啊。想了好久了啊，终于可以吃了。哇塞，非常的大个，你看全是肉，看没。嗯，很好吃。对吧，嗯，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美味啊？肯定的，这个是还吃。我刚刚看见他吃的时候我都流口水了。嗯，真的是美味，很鲜嫩那种感觉。好吃。嗯，啊，真香。哎呀，哇，好久没有这个味道了。这种味道很难吃得到的。小巴，嗯，我们生蚝也吃了啊。嗯，对，非常 nice。哇，小狗子也要吃啊。好久没吃这个味道了。你看这小狗子都想吃了，等我吃完先吧，别浪费哈。大伙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拜拜。